一往情深。前奏中音四个八拍，全舞四个八拍，四面墙。我们开始介绍舞步。重心站在左脚，右脚起步，先走两步，右脚起，右左，再做一个前交换，右左右，左脚前下沉，回步，退交换，退交换。第二个八拍，右脚脚尖在左脚后点，右转四分之一，下重心在右脚，再接的是 Monterey 转，左脚侧点回避，右脚侧点右转四分之一，左脚侧点回避。第三节，右脚下沉，回步退并前，退并前，左脚前下沉，回步退并前。第四个八拍，爵士方块，先交叉，右转四分之一，右脚侧踏，左脚前踏。五六七八呢？我们右脚前踏，就转臀部，再换左脚，右脚，左脚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舞序。我们现在先数拍子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加四，五六七加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加四，五六七加八，四二。三四五六七八，这首舞呢，在第五面墙，就是十二点开始跳，跳到九点的时候，我们有加 take， 好，还有一个是第十面墙，是从九点跳到六点加四拍 take。那 take 的部分呢，我们就是把手好，脚先不动，但是我们可以带上臀部，就是右左。右左，那我们现在是做一面墙的示范，就是现在面向十二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到九点的地方呢就加 take， 好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加四，五六七加八，二二三四五。六七八，三二三加四，五六七加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。这时候我结束，谢谢。